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陶姨。呀，一口干米，是不是看到我扎双马尾，你们已经感觉到背景音乐已经响起了？是的，陶姨又带着你们最爱的快乐减脂操来啦。这次是四首歌，中间我们会有一个10秒钟的时间进行调整。已经3月底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这期的强度会略微有些偏大。如果你跳了一遍觉得还可以的话，可以循环2到3次，保证你大汗淋漓。如果你是新来的桃子，记得订阅关注我的频道。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微胖女生的运动、饮食和穿搭，别犹豫啦，和我一起跳起来吧。哦，对了。扎上双马尾，跳起来的时候微笑，并且跟着唱，效果更佳哦。开始吧。
Broken bones.
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到全身暴汗了？马上就要夏天了，这组有氧操可以让你在欢快的舞动中高效燃烧脂肪，从此有氧运动不再乏味。最近有很多桃子私信我说，跳了我的有氧操确实瘦了很多，但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瘦了之后皮肤会变得松垮，想要收紧还有可能吗？答案是当然可以，但是我们要有耐心，我们要以半年为一个时间单位来看这个变化。如果你的皮肤捏起来还是有一定厚度的话，就说明是脂肪不是赘皮，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缓慢的增肌和减脂达到一个收紧的效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要注重无氧训练和练后的蛋白质补充，加速皮肤的修复。辣妹们，强化身体曲线的同时，不要忘记皮肤护理哦。夏天和陶一一起做一个比基尼辣妹。好啦，这一期内容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的话，记得点关注，和我一起做一个既可以享受美食又可以保持性感的微胖辣妹吧。期待桃子们快快长大，爱你们。